吃豆豉炒煎辣椒啊，连下两碗饭。还放了一点肉，豆豉很香。今天这个豆豉给你们开的活动价啊，这个豆豉的话麻辣香辣都有，微辣特辣都有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。它是手工农家豆豉，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，都是采用的农村的小黄豆和那个菜籽油做成的，很香啊。它是咸口的，拿回家放冰箱冷藏。这个一瓶的话是一斤，这是幺妹最喜欢的一道菜啊。置顶作品有视频教程，看一看。豆豉下饭，这个豆豉也可以直接吃，炒拿来炒微波肉、炒辣椒都可以啊，焖鱼都可以的。四足圆的萝卜干，麻辣鲜香，好吃。家人们，这个萝卜干的话，我们以前的话是19.9发两瓶的，但是今天啊，19.9加一瓶，倒数三瓶，都是属于麻辣哈，但是有微辣，麻辣是中辣，可以选择的哈，好吃。这是我们四川这边的萝卜干，口感味道都挺好。
这个才是我们四川麻辣萝卜干的正宗味道哦。这个萝卜干一瓶的话230克啊，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，拜拜，下周下饭都可以啊。今天我们来吃一个贵州的节节脆啊，这个一瓶的话250克啊，就是现在拍一瓶优惠3块，但是拍2瓶还是更划算啊。还有这个香辣脆，香辣脆是中辣多，节节脆是中辣，这个样子啊。它这个就是面粉淀粉和这个芝麻裹的这个辣椒啊，去炸了很香，那还有花生，一口一个脆，一口一个香，一口一个酥，酥酥脆脆啊，满口留香。这个香辣脆就是这种，咱们很喜欢里面的这个花生，这个没有花生啊。就是平时很馋的时候哈，这个是真的很解馋的，吃到你停不下来。这个就是很普通的辣椒，对不对？都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小零食，这是贵州香辣脆节节脆。